跟猴子的联动也很不错的，冰女加凯南，哦、这个打团真的、团战体系，这个好算是一个比较老的团战组合了。这个打团战真的好扎实，这个中上也让卢锡安五打五的情况下不敢滑上去。大团战阵容就是以开最开，或者说我把你删走，感觉就是有点防守的姿态了。删走好像有点难，删走有点难、啊，有点难，嗯、时间点不好把握，有点防守的姿态了。嗯、京东这个这两手出来之后 ，BLG 这个打团真的有点难打。然后到过了这个时间点，我再往前走，因为你肯定就走了。是，他就一个很基本的一个。奈特麦自己用一技能躲过了岩突，两边的上路也拼得很惨啊。他自己的一个发育受到了一点点影响，对比对面少把剑。草丛里是有冲拳的，打中了，但是这英雄留人能力不强，留不住。那他蓝也不够、啊。来了，蓄力，上来给大。蓝不多、啊，海南直接开大，牙膏也来了，三打一。三六九这里，虽然说躲过了岩托，但是最后一下纳尔还是 A 出来了，没办法，三个人 A 也 A 死你了。是、哦、卡达伟这边是在打先锋啊，我还在想之前没来啊，想瞄准牙膏，牙膏闪现好像还差一点点，没转好，控制衔接的非常紧。行啊，因为既闪现 CD 这个两三秒三五秒其实是容易记失误的，是的，小的。嗯，盛昌洗礼，这个时候哎呦差一点点洗死，差点几个皮克斯，这么多镀层的话很爽。再看一下这波啊，很漂亮，完成击杀。注意牙膏的闪现 CD 这里还没好，然后卡纳米在这里埋伏他。哦，就是这么五秒钟啊！开完之后，这里闪现，就差最后一线的时候死了。这时候刚刚好转好啊，太极限了。下路盛昌洗礼再扫，挣钱挣个三十五。哎，瞄准牙膏了。牙膏这波是有闪，闪现还中了个 Q， 第二个大。哎呦，岩突和 Q 技能同时出手啊！他也估计他跟我们一样，也没有想到他猴子就能一波一个人的伤害把他打死吧。嗯，上路想尝试单杀，晕在塔里面了，塔下。感受一下这波。当时防御塔是在打冰的，但是在晕到的一瞬间，他往外走的。就那么一小步，很小很小一步啊！这 QQ 的很极限、啊，就这里很小很小一步啊，没有打到啊，很可惜。永装直接打闪了、哎，主要还是猴子和丽桑卓这两个，无论是爆发还是控制太猛了。哎，对面要开了，啊、猴子先打先去找位置，不让他 Q 走。哇，漂亮，那个大招都没放出来就遭到秒杀，是吧？身上被套着手续了，但是超限爆闪已经开出来。哦、这猴子伤害真的好高、啊、是的，这神分猴子伤害是真的有点过分啊。奈特虽然说被卡过了墙，但是他技能是全的，丝毫不慌，直接闪现，闪现，哦呦，过来，再给自己大大招给自己，伤害够不够？差一点点，一个 Q 技能直接收尾，漂亮！哇，奈特这边交闪，这么极限的一个月塔，有点像那种塞拉斯的感觉，真的很伤害好高。那他还特意等了一下，多吃一下塔的伤害。果断，嗯，很稳、啊。冰过来，要抓冰 W， 永霜，嗯，再接大招。啊，这个控制链是真的，只练三套控。我的天，阿冰这没办法，这个控制链三连控拉满了，抓到机会，或者让艾尔克抓到机会、嗯、来了，卡纳维，又是他永霜接大招，什么东西啊，阿冰。全是控制，但是感觉这套阵容 BLG 反制手段就没有那么的多了，他们的拉扯能力比较一般的。先开猴子、嗯，先开卡拉维，卡拉维边闹天宫边跑，哎呦，而且这个岩突直接压到了奈特的起身，但是三六九这波控制已经打住了，虽然身上被一丝削弱，永霜永霜将其收尾，再去找薰，薰被打闪，触发了被动，减速一下，哎，看一下这中间这一步。这波团好像 missing 给猴子一个 W 吧，我看猴子跑得贼快、啊、开了一个狂想曲，猴子在这一个大招 TP 的支援，海南大招大的不错，带他闪过来 Q 永霜，好，但讲道理这波还是我觉得 BLG 有点小了四十秒，这要是搞台下伤害挺高的，但是接水泡没接住，哎呀好可惜可惜。那这边又抓三六九，两边的上单追着点，啊，三六九也躲不了了，活活 A 死，连线单杀正面，正面看自己死掉了，奈特给大招给自己，
但是纳尔能不能过来？旁边有大兵，纳尔没闪啊，没闪有道，留不住他，太住人吧，住到这边，拍到墙上了，没招闪现，后续又炮击他呗，水炮与炮击，猴子咬倒，卢贤受到这个终结，不是。他是当时想按 E 没按出来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他交大反 A 了一下，就感觉没想好。他也没有想按 E 吧？应该啊，不对，就交大反 A 了一下，没想按 E 的吗？不知道他 E C 不 C D 啊，不是很确定。对，哦，他 E 下场啊 ，E 过了，那也不是 E 的问题。E 下场现在没有 E 啊，现在没有 E， 但有闪现。对，但这个你被一人一跳过来，这个命中就对吧？嗯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波就算他躲掉的话，输还是输。三二九，哎，这里他是没有。这个位置好像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直接上来找 Elk， 开！哎呀，没开死，被 Elk 划开了，虚弱给的很及时啊。但是这边抓牙膏，牙膏好像残了，牙膏应该要死。牙膏没闪现，原地整个等死了。阿斌正面要站出来吧？阿斌追上他，有闪现有大的，有闪有大。拖一下，拖一下，不急不急。拖一下时间，还有大招，交大回两口。但是阿斌手上还捏着大招的，旁边魏过来，阿斌拍了一巴掌，拍过来两个人，漂亮，继续追魏，冲一下，入了风筝，入了拉开距离，入了还可以，没无尽打的不是那么痛啊，打不动，卡大卫这边好像走不太了啊，回头就捐了算了。不过三六九其实开的挺不错的，开 Elk，只不过第一时间是 Elk 反应也比较快啊，反应快，而且拉开这边虚弱给的很快，对，哎，啊，虚弱给的比较快，看错了。但这里我是觉得 Knight 这里跟阿斌在那儿搞了半天，其实没什么意义。他也把自己大招交了，其实交个闪就没事了。嗯。主要第一时间入了这边过墙，把牙膏杀了之后，他大招已经没法续费了。哎，这个是为什么？这里显示闪现的 CD 没好，是刚才那个闪示 bug 吗？卢贤又是圣枪系列，先招呼上，跟上一台打成半线，哎，大特直接一技能过去，强行想去开艾克，但是伤害已经完全不够了，自己应该是没有秒表的吧？这里保不住，没办法，开完自己死了。哎，有金身，两座麦塔都已经倒掉，同时直接去开泽利，泽利开的时候金身，三六九身上被套了一手虚弱，大招已经打不到更多的人了，打开冲到人群里还是要死 ，AD 打了波互换，这应该是红四方一波的节奏了，阿斌又拍住一个。推掉了水晶，我们恭喜标记在这场 BO3 中将比分扳平1-1。恭喜标记，